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这个，哎，好，听见了啊，哎，好，受累了受累了啊，哎，我知道了，好，你看男的都爱你啊，谢谢啊，嗯，去年好像就在船上演过一回，对，这是第二次，今年又来了，嗯，有好几万人吧？没有那么多，这样啊，好几个姓万的人啊，刚才是张鹤伦，哎，郎鹤炎，是我俩徒弟。小哥俩，让他俩人下去休息休息，换上我们俩人来了。哎，我们说一段。其实今年没怎么说相声，是吗？因为去年说的太多了。对了，去年是德云社成立20周年，是个大庆典。5000人以上体育馆，我们演了111场。嗯，小剧场德云社一共演了3000多场。是，所以我说不能再敬业，再敬业该累死人了。今年这算是第二场演出。对了，头一场是前些日在日本东京。嗯。一出机场，好些个粉丝举着牌子，嗯，欢迎郭老师来日，嗯，您网上查还真有，嗯，我都感动了，是啊，不好意思了，我以为这回上船来就有人举着牌欢迎郭老师来上啊，不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嗯，这人日本待了几天，嗯，演了一场，嗯，因为正好我儿子跟着去，嗯，我那个小儿子，嗯，我俩儿子。嗯，大的是郭麒麟，对，还有二的，你往我这儿比划什么？小儿子，这个人呐，没意思，就在这儿。怎么我就？你要说俩小孩说相声，一个6岁，一个5岁的站台上，哎呀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观众会觉得很厌烦，这不爱听这，讨厌。对，就咱们俩这个岁数的，谁是谁儿子，怕什么？哎，那不行，这什么岁数也得弄清楚这个。一说一乐的事儿呗，开玩笑。小儿子2岁多，带着他在日本玩了玩，嗯，去那个比基尼乐园看了看，啊，米老鼠啊。你儿子还小呢，带他上比基尼乐园去？就是那个香港也有，美国有，香港的没有日本这个大，这个日本那个，啊，那叫迪斯尼乐园。啊，我说的是，您说的是比基尼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啊，什么呀你这，您先把这知识弄清楚了，我跟他照一张，啊，不用您甭惦记那事儿，啊，您就记住那叫迪斯尼乐园啊。对了，就演了这么一场，嗯，然后今天是今年的第二场。对，这才开始。刚才坐在后台聊天，我特别感慨。怎么呢？我打7岁学相声，干这行干了好几十年了，嗯，哦，自己总结了一下，我这几十年其实是3个阶段。怎么3个阶段呢？第一个阶段，我就是像一块海绵一样，怎么讲？长能耐，吸收各种知识。哦，哎，这是第一阶段。第二阶段呢？第二阶段我就像甄嬛一样。甄嬛怎么讲啊？谁都憋着弄死我呀。是啊，嗯，哦，就弄不死。现在是第3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呢？我就像个 WiFi 一样。这怎么回事？都蹭我呀。啊，嗨，哦，这蹭您这热度是吧？你打个头条看看，要不提我有关相声的，他都发表不了。是啊，挺好。嗯，能被人利用，说明你还有价值。哎，还有发光点。这么些年，我们哥俩在一块儿，实话实说。嗯，得感谢谦儿哥。您太客气。但是啊，我有时候看着我特别感慨。怎么？都有白头发了。哎呦，这早就有了。日月穿梭催人老，过得太快。你这一晃几十年就过去了。嗯。现在站台上有时候时间长了，觉得，哎呀，怎么会累呀，啊？这岁数大了，小时候不觉得累，是现在真是。你包括嫂夫人，她媳妇也说我，嗯，说你什么呀？你现在可不如原来啊！啊，谁呀，啊？说什么来着？这干嘛非她说呀？你不是孙越的媳妇也这么说？嗨，高峰的媳妇都这么说我，啊。你这人缘好，那净交朋友了啊，嗯！得有个好身体。是，说相声第一是有好身体。这怎么还有身体的事儿？四个说相声的对着骂街，嗯，你把那仨熬死了，你就是艺术家。哦，这，啊，这事儿还能这么解释？你细琢磨吧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天大能耐，你25死了，31又死一个，哦，40死一个，剩你熬到90，你说什么都是对的呀。啊，是，没人抬杠。你有话语权，就拥有了一切。嗯，当然了，嗯，相声不好干。它有难度，因为咱们今儿你看，这就这点人，1000来人啊，还好干。嗯，抄起来体育馆我们演出，底下8000人，有时10000人。是，你要把8000人的这个频率调到一个位置上，这难了。当然，你要说让他们都接受你，不现实。是吗？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艺人和一个艺术形式能被所有人都接受。
你花3亿我拍一电影得了10000个奖，我就不爱看，你能弄死我吗？对，口味不一样。哎呀，你昆曲唱多好，我就说耍猴好看，你也不能打死我呀。对，所以艺术这东西就是众口难调，哎，都不一样。相声最重要的是快乐，嗯，让大伙儿乐。哎，乐完之后，如果您从中能悟到些什么，那我特别高兴。嗯，但绝非我强求的。是，当然也有个别观众人找来了，我就爱听不乐的相声。还有这人呢？这一场相声别让我乐啊！完事我感动得跟王八蛋似的，我才好呢。感动成什么样不成啊？你咱也说不了别的啊，这都是拔牙的时候伤了前列腺了。哎呦嚯！这牙根太深了，这个那怎么办呢？是吧、啊？我可能艺术也达到不了这么高，嗯啊，能够尽量让观众快乐就好。是，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嗯，尽量的别打架啊，别拌嘴，那尽量好好说相声。是，当然这点我得向谦儿哥学习。怎么又学我呢？在这行素质高，你瞧又捧我。真的、啊，你老看郭德纲跟人打架，你什么瞧过于谦跟人打架？啊，对，咱不打架，没有，嗯，他也有时候也别扭，是吗？这人说话不好听。哦，这人背后骂于谦，他别扭吗？当然也别扭，但是不还嘴，不打架。人生最高的境界，最大的修行就是闭嘴不说，人家做到了。你瞧瞧啊，买好多孔明灯，嗯，把仇人的名字都写在孔明灯上。嚯，好家伙、啊、送你们上西天。哎呀，好家伙，我比他黑暗多了，我这心里、啊，玩法不一样嘛，是吧？这玩人的，这是说相声，第一是身体，嗯，第二是文化，文化素质，一切都是过眼云烟。嗯，哎呀，说把这个谁张三啊、李四啊捧起来啊，嗯，说花点钱让微博上到处都夸你好，这都做得到啊，这容易，请个文化公司10万20万的，他都能天天的满处捧你去，粉丝嘛。但是这个东西它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哦，那你能把他骗到体育馆来吗？这也做不到。买票，你卖票是最难的吗？嗯，所以说艺术最后还得靠能耐。是啊，文化这儿也是最高。你瞧，又是我，这说相声竟是幼儿失学。像我、啊，我在我们这行算是文化水平高的了。嗯，但是跟他没法比。我也不至于。于老师是个大和尚，大什么叫大和尚？大学生，大学生，大学生。对，哎，对了，你是哪个大的？不是，你是哪个业哪个大？你大业大大业了二？你业什么呀？我你说什么？不是，你是哪个大了学了那个那点子业？哎，嗨，不是你哪个业？你哪些业里毕的？你什么乱七八？你哪儿毕的那点子业？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 你哪儿造的孽？不是我干嘛去了？我不是给都有造孽症吗？你别你等会儿吧，等造孽症吗？我就明白了，我给您翻译一下啊，您是不是想问我哪个大学毕业的？对。哎呦，你太子，你就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！你什么比喻？我怎么想太恶心了？您是哪儿业？我是，嗨，北京大学。你看这玩意儿啊，你说你不服行吗？怎么了？你不服行吗？啊？嗯，我们俩算齐了。我是清华的，我。啊，校友们好。谁跟你校友？都从小。你等会儿，你清华的？就清华的。是清华池的吧？你这。哎，我要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啊，还是清华池的呀？你说的那是那个，就是北京那个清华池洗澡的那儿吗？就五虎坊桥吗？不是，我是湖广会馆对面那儿那个。还是那儿啊？不是一样？我不是在池子这儿，我池子后头，烧锅炉的。不是，你看，你就跟他这个玩意儿就没法聊，你知道吗？池子后头吗？我清华的呀，真是清华大学的。哎呀，就我这一肚子能耐，我告诉你，我甭说都，我就吐一半，你就吃不了。我吃那干嘛？你别说，你说你吃多少？我你吃多少，我吐多少。我这好，咱别说吐的事儿啊，不让吐。您真是清华大学的吗？那当然了，您有能耐。嗨，能耐不敢说，反正就是胆儿大，是吧？什么叫胆儿大呀？我都客气了，我都说你比我强啊，还不依不饶，干嘛？这就典型一说相声的，不叫不依不饶。啊、您可以，他可以，他真可以，在后台啊。怎么了？观众来了，郭德纲签个字吧。啊，接过人家签字笔，写郭德纲。啊，到这儿于老师签个字，好，也找我。于老师这份大了，怎么得拿毛笔跟人签？毛笔见身份，写于谦这俩字儿。对呀、啊，好家伙、啊，你等会儿吧，我这里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？这名字怎么那么长啊？净写错，哎嗨，更不怎么样了。写字画画都行，啊，这都行。哎，画画，他爱画画、啊，是啊，还上那中央美术学院那个培训班报名去了。
我是从基础学起。我能学画画吗？那怎么不能？人家乐了啊，那怎么不行啊？哎、欢迎于老师。啊、哦，你们这儿有那个素描吗？哦，学素描，就是那个脱光了衣裳坐那画那个。干嘛非学这人体素描？就大姑娘小媳妇儿就脱光了那儿画那，你瞧，学那这有什么可害臊的？啊，当然也有男的，也有男的。废话，我能不能报名啊？那个人家谁拦着你啊？真报了，报名交钱，嗯、啊，去了，哦，去两天就不去了。怎么不去了呢？嫌冷。哦，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，那是冷这个，特别可爱。我学的不是这个，诗词歌赋、写字画画。啊，没有不行的，那得练呢。当然，我们就互相学习呗。对，我比他有强的地儿。谁都有强的地儿。我写字画画不如他，但是我比他脑子还稍微快一点点，反应灵敏，愿意接受新鲜事物，这也好啊。整个说相声里边啊，啊，头一个玩电脑的就是我。您怎么玩这电脑？打字啊？您这是打电脑呢？不是，打字。打字啊。啊，头一个。你老带这么大身段干嘛？你都。怕后边观众看不见，这还这看见不叫打电脑。哎、头一个打字的就是我。哦，哎，玩电脑，电脑每次有更新，有新配置，哦，出了新的了，我先买。您都行。那是他，倍儿羡慕啊。啊，你这我不会。上家去。啊、嗯。最近电脑有什么？我说跟你说没用。是。我跟你讲配置，你就不懂。我只告诉你，我现在电脑万能的。怎么叫万能呢？哎，万能电脑啊，最新的，什么都有。哦哦哦，都傻了。嗯，趴那儿看。啊，你这电脑里边怎么有一碟子呀？哦，傻子过来，那是微波炉。啊，嗨，我连电脑都不认识，趴微波炉前面看半天。啊，纳闷怎么还转的呢？啊，这废话。这边，这是电脑。看我这了吗？哎，哦哦，万能电脑。怎么？可以提问。人可以跟他提问。你看他的脑子跟人一样，比人还快。你怎么个提问法？你随便问。于谦儿问啊啊，一问8456.72，嗯，乘以4,250,694，嗯，等于多少？哦，电脑啪啦啪啦啪啦，特别快啊。所以最后不知道。哎嗨，哎，那还提什么问的那个？跟活人一样。哎，对，你问我也不知道，你电脑不知道。哎、对，你跟电脑加一块是俩傻子，是吧？懒得搭理他，他乐了 啊。哦，电脑再问你问题。怎么着？我爸爸在哪儿呢？哦，电脑啪啦啪啦出字啊！啊，你爸爸在河边钓鱼呢。哦，乐呢呀？嗯，不灵。怎么？我爸爸上美国旅游去了。哦，我说你换个方法问。怎么问呢？又问。嗯，我母亲的丈夫在哪里？嗯，出字了啊！啊，你母亲的丈夫在美国旅游，但是你爸爸在河边钓鱼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没听说过。哪有这么俩答案的呀？这多好，好什么呀？哎，这就是知识，这什么知识？这没事就多得学习知识。嗯，学习啊，学习。有个对联说得好，嗯，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小海无涯苦奏舟。学问怎么样？单说您得归着归着这嘴里头了啊。学问起源于方言是吧？哎，没有，你就说普通话。没事就爱学习，爱看书，嗯，满肚子的书。全是学问啊！是你说得出来，都有书，嗯，四大名著，还能摸出来大名著，哎，哦，三字经，嘿，百人姓，哦，五经，哦哦，是四书，哦，你好好摸摸你四书啊！哎呀，你来来，你摸摸你二大爷来。什么是意思？你这哪儿啊？讨厌你们这个拿伦理找包袱的人。嗨，没有摸四书的，点儿意思都没有，知道吗？可不是吗？爱看书就是爱看书，嗯，当然我那儿传统文学多一点。您喜欢传统的？有时候找本新书要了命了。是吗？那天啊，想找一本一个科学家霍金1988年出版的那本《时间简史》。哦，那中国也好，世界都承认科学方面的里程碑式的一本书。这是翻来翻去，《时间简史》找不着了。这是新书，我给于谦发一微信啊，你有《时间简史》吗？啊，给我要，给我回过来了。我说什么呀？我有时间，也他妈不简史。哎嗨，我这学问是不如他，你怎么弄啊？我都简史去了啊。嗯，我就老说啊，你不能这样。对，是不能这样，好好的学。嗯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
就觉得什么都是知识，什么都是学问，都得学。哪怕一个普通的汉字，拿我们一瞧，哦，这个有问题。汉字能有什么？甲骨文的时候他怎么写？到金文汉字的时候又如何了？哦、有变化。仿宋体为什么这儿多一点？哦，都得研究。你比如说啊，嗯，你说普通的一个字，你看，我考考你啊，你说。好比说，这是一杆笔。哦，这是笔，看着。嗯。我一扔你就过去把它拿回来。对，我狗啊是怎么着？你说字儿，你扔笔干嘛？别扔啊，别扔啊！啊，我说如果扔了你就捡回来啊！哎嗨，你最好别扔，看着。嗯，一撇一捺，这是最简单的，这是人呢。好极了，啊，一撇一捺，嗯，俩一撇一捺啊！嗨，那念从啊，脑子够呛了啊，这快啊！什么叫够呛了？俩啊，啊，俩人啊，啊。一撇一捺啊，对，念什么？从，好极了啊，嗯，底下来一横，这还念从啊？什么意思？草丛的丛，草丛啊，树丛，对，啊，那为什么上面是俩人啊？上面应该俩草啊？这您解释吧。哎哎哎哎，你干嘛？你拍我干嘛？怎么样？事儿说事儿，你啊，住了吧？不是你不知道，我都替你美得很。我告诉你啊，我有什么可美的？这字儿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你看看啊，俩人底一横，这字不念从，哟，那这字应该念什么呀？床。这都我们清华的同学们知道。哎，对，别提这清华同学了啊，他不念双人床吗？哎哎，什么呀？哎，俩人底下横念床啊，你比我想的周到。没听说念炕也行，这个没有这么通用的。这就知识，是吗？啊，一个门，嗯，门里边一个人念什么？闪。你看看啊，一个门，嗯，门里边一个马念什么？闯。一个门里边一个耳朵的耳念什么？闻呢？对啊，一个门里边一个于谦念什么？不知道了，抓阄的阄。我是那龟呀，我是。什么抓阄的阄啊？您别长知识啊！就没有这知识。这个一般来说，每一个字儿就是念一个音，是。但是有的一个字儿呢是三个读音。您这胡说了，中国字都是一个读音。你不能这么解释啊！咱们确实有的字是不同的念法啊，而且不管中国国外，很多字儿都是一个字儿念仨音儿。这哪儿有一个字儿念三个音 ？W。W 是不是一个字仨音？你看看，你是没挨过 W。你别，那 W 是外国字。来来来，考你中国字一个字念仨音的啊。一个四四方方念什么？口。口里边加个十字甜。上面出头。油。上面不出头啊，嗯，上面擦了啊，擦了就不用擦了，你就是写就行。下边出头。下边出头念甲。好啊，嗯嗯，上下都出头。这是身。好，上下都不出头，嗯，左边出头。列位长知识啊，一个田啊，啊，一个田，一个田，田，啊，左边出头，一个字念仨音，这还真不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清移的我都不告诉他们，这是说明这船离个陆地了，我不怕你们传出去。哎，好家伙，哦哦，那行行，既然有这一个字念仨音的哈，嗯，你来了这个，你给我们来了这个，我也长着学，我听你来了。待会儿你瞧瞧，这像学知识的样子吗？撇着俩子，你看看，怎么了我？撇着俩子，你来了，我招你，我惹你了，我该你，我欠你的，对吧？你是我大儿子，你是我二儿子，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你会，你来了，我听你。你看，你来了，舔上脸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？啊，怎么你？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，规规矩矩、客客气气的，授人一字便为师啊。嗯，你怎么了？你跟谁打听道不得客气？啊，老贾，我上火葬场怎么走？哎，我上那儿干嘛去？怎么就跟我就这么不客气呢？不是你的意思，我客气客气不就完了？对呀，啊，鞠个躬怕什么的了？鞠躬不就完了？帮不了你，挨不了我的是吧？啊，对呀，啊，来，得嘞。那颈椎有问题啊？什么叫颈椎有问题？不是鞠躬吗？啊，鞠躬90度啊！怎么杨哥点头呢？还这，那系鞋带呢？
不是怎么都不行了？什么叫系鞋带啊？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。金砖何厚，玉瓦何薄？你要干嘛呀？我们尊重的是人的品行，而并不是发型啊。这是提发型干嘛？没有什么发型，你这个愚蠢的土拨鼠！哎，这你就像一个发了霉的橙子。哎，你少看点外国电影行不行啊？你这个我就从哪儿学的啊？啊，你就说这恨不得用我的皮靴踢你屁股。哎，嗨，行了，我都老电影配音的了、啊，就不用那个，您就说说这知识。哎，这就对了 啊， 啊，一个田字这边出头，这念什么？苍蝇拍。哎，苍蝇拍，就这么三个音呢。那甭左边出头，右边出头也念苍蝇拍啊？这个那是六个字儿。哎，这嗨，怎么另一把苍蝇拍？哎嗨，您这一个字能读出句子来？您这是玩笑说玩笑，当然谦哥在我心里边位置那是没错。你瞧，又来了。他确实除了我之外啊啊，德云社啊，连演员在学员，我们400多人，是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相声团伙啊。团伙，在我们这堆人里边，除了郭德纲，就是于老师文化水平高。哦，就我排第二了。那是那年德云社天桥那园子，你们有人去过没有啊？天桥那小剧场，天桥小剧场，德云社那个、嗯、有人去过啊？嗯，正当中是舞台、嗯、我们接手之后先刷刷浆，跪着跪着，嗯，然后舞台两侧两边、嗯、画两个顶天立地的门神。哦，这是老有印象。哎、嗯、这个这边秦琼，这边敬德。哎，画好了门神嘛，传统装饰。嗯，我就印象特别深。有什么印象？俩门神跟两边画完之后，谦哥拿笔在墙上，嗯，就写诗。哦，我做了一首诗。那是于老师拿笔就写，写墙上啊。德云社内大发身，啊，门神的法身啊，嗯，身穿铠甲似龙鳞，就是那扮相。脑袋倒有水缸大，这大，一泡大粪15斤。哎嗨，我拿什么衡量这个？我其实也对，是吧？什么对？德云社那大发身，嗯，德云社里边俩神像大发身，是身穿铠甲似龙鳞，穿着铠甲呢。对对，脑袋倒有水缸大啊，画的天立地啊。嗯嗯嗯，他是想脑袋大吃的就多呀、哎，是吃的多拉的就多呀，身大力不亏嘛。一泡大粪15斤，最后这不怎么样。那、哎、他写的，嗯，我瞧有水平。是啊，刚写完来俩孩子，嗯，一个是岳云鹏，哦，一个是我大儿子。郭麒麟啊，这小哥俩啊，俩小孩呢，跟这忙活着，嗯，买了一汉堡，哦，俩人正商量，咱俩怎么分呢？哎呀，于老师闻着味儿过来了啊，小孩不许吃汉堡，谁规定的这是？对身体不好。哦，接过来啊，那那那那那，这孩子连反应的功夫都没有。嗯，吃完了，嗯，哪有创可贴啊？啊，干嘛？我咬手了。哎呵，慢点好不好啊？他走了。啊，把俩人气的呀。嗯。于老师怎么这样呢啊，抢人孩子吃，大人抢孩子。嗯，咱们写诗骂他吧。哟，俩孩子也生气，拿笔在墙上写。他们怎么写？一人一句啊，兄弟二人。哦，对呀，兄弟二人呢，哥俩，岳云鹏郭麒麟嘛。嗯，兄弟二人怎么着啊？能武能文，捧一下啊，还夸自己能武能文。 嗯， 嗯，买个汉堡。对，最后一句于谦独吞。那就我一人吃了吗？嗯，俩孩子个儿小啊。嗯，那这一说十几年前了啊。刚才咱们说了于老师写了四句话啊，在这儿。对，俩孩子写了四句话呢，整在那四句话底下。他个儿矮吗？连起来就跟一整句似的啊，改一个诗了。哎，于老师缠着药布回来了。呵，哟，我这诗长个了，多字儿了吗？德云社内大发身，嗯，兄弟二人连上了。是俩人兄弟二人啊，续得好。身穿铠甲似龙鳞，能武能文，秦琼敬德，能武能文。是，脑袋倒有水缸大。嗯，买个汉堡。嗯，大脑袋买汉堡什么意思？对呀、啊、哎，这还一句呢。怎么念的？一泡大粪15斤，于谦独吞。哎，去